骑士在上个路口乱切车，与骑士反驳说他有打方向灯，双方在大马路上互呛，激动到连大花盆都掉下来，越骂越气，大声呛要对质，目标脏话恐怕涉嫌公然侮辱。争执地点就在高雄大寮区大过年的骑车骑道大洞干火。不要跑来了，不要跑来了，哎，旁边来。来啊！不是有病啊！鼓山区路口监视器拍下一台轿车跨双黄线，停在路中间，居然是不满游览车按喇叭，驾驶开窗亮震爆枪，恐吓司机，还挂假车牌，是要躲警察吗？ 警方巡线找到人，男子车上真的有震爆枪，同行有人外套还藏了56公克毒品。没有，没有，人拖磨啊！你起拖啊，这会夹拖啊，摸。天气冷飕飕，变成外套都是毛，执意要脱掉，这才啪康。行车纠纷在大马路上爆吵，甚至亮震爆枪恐吓，也要为冲动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叶振云、郭怡珍高雄报道。